叫 Carol 啦，咁我今年係 Year Three 嘅，咁我就係讀 IGTI。瑞士第一是一個很出名讀酒店管理的地方，其實現在在酒店界裏面很多的高層都是由瑞士那裡讀酒店管理過來的。其實第一二年因為學校是 complementary 一定要我們去做實習的，我第一年就去了香港的 Ritz-Carlton 做實習。之後第二年我都去了上海的 Ritz-Carlton 就做呢個嘅 Executive Lounge， 咁就亦都識咗好多 VIP 啊貴賓啊，亦都好即係認識咗好多上海的環境。咁其實係識到唔同人，亦都識咗唔同嘅文化咯。咁其實喺呢間學校嗰度亦都識咗好多唔同嘅朋友。咁每一次去親旅行都會 post 上 Facebook 之後，好多人都會話：Carol， 原來你嚟咗澳洲啊，或者原來你嚟咗泰國啊咁樣。跟住佢哋都會話：不如約出嚟飲杯嘢啦，傾下偈啦咁樣。其實喺呢度都係帶俾我嘅就係一啲人嘅 network 咯。咁其實到出去做嘢嘅時候，其實都好有幫助咯。See you in IHTTI. See you in IHTTI soon.